各位观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一连好几集呢，师父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破除对七情六欲的执着，如何抗拒诱惑，那么可以利用佛法里面的因缘观、慈悲观，还有可以转变我们的观念。那么在佛法里面，是不是还有更就近的办法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除了您在前面几集里面提到的，就说转变观念，或者我们发起慈悲心，或者利用这个因缘观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让我们来面对这个七情六欲还有这个诱惑？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观念的这个导向啊，做观念的纠正呢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在前几集里面呢讲到因缘啊，讲到慈悲啊，但是呢有时候这个用不上。我在前几集里也讲过啊，有时间仅仅是个观念呢用不上，这个观念来不及升起来的时候啊，自己已经陷进去了。所以呢还有需要啊用另外的方法，我们叫做什么呢？收摄六根。收摄六根。收就是把自己的心呢从六根往外看，再从六根呢向内不要看，这就是收摄。收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耳朵、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身体等等那个触角，接触的时候，一看到以后想爱他、喜欢他、想占有他、喜欢把争取他，没有办法拒绝这种诱惑，那就把眼睛收回来不看。那这个眼睛收回来不看呢，有时候我眼睛闭起来了，我不看了，不看了，这个影子还在。或者心眼还在看，心眼还在看，我耳朵不听了。用塞起来以后也没有用，这个声音还在。这个时候就要感受受，受的是什么？受你自己的这种一种困扰的感觉困扰感觉舒服啊不舒服啊快乐啊还是不快乐啊，痛苦啊还是享受啊，究竟是哪一种？如果说是快乐，这个什么快乐？这是已经呢，几乎就是神经衰弱。这个眼睛闭起来，眼睛前面还在晃来晃去，那个影子在前面，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明明不在前面，但是眼睛里边还在看到。听说这个谈爱情，对啊，谈得非常入迷的时候啊，这个声音消貌。对啊，音容笑貌。音容笑貌。对对对。老是看到，老是听到。萦绕脑际。萦绕脑际，放也放不下，丢也丢不开。对呀、啊。即使那人在千里之外，可能都好像就在眼前。这叫做相思病呢。啊，对。相思是双方的。嗯。有的是单思病，很糟糕。对。单恋，那就是很痛苦。那只有这个时候，只有啊，要告诉自己，这是个痛苦的事。像这样这个事情是好痛苦。好痛苦，就是在那分析了，分析我自己现在眼睛看到的究竟是真的吗？眼睛睁开就没有了，耳朵听到的是真的吗？再去看一看，没有这个声音，根本没有这个声音，这是头脑里面在想啊，那想得很痛苦啊。那这个时候呢，用另外一个方法，比如说，这个注意自己的呼吸，不断的注意呼吸的感觉。用注意呼吸的感觉，享受呼吸的感觉，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把移情作用又产生。本来心里面在想，老是在想，但是呢，因为你注意呼吸的时候呢，就可能呢，就移转了。另外，或者是呢，你分析自己的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呢是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一个念头记下来的，这个粗的厉害的强力的这种念头啊，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摆脱，
这个时候没办法摆脱的。你如果你数呼吸，你练呼吸，享受呼吸，那如果再有念头出现的时候呢，你就慢慢就知道了，啊，刚才想了，现在又没有想了，刚才想了，现在又没有想了，现在没有想原因就是我在注意呼吸，所以那个念头已经切断了呗，变成一段一段的切断，那享受呼吸、注意呼吸这个念头呢，也会被切断，为什么？他又要想去，不断的又会想，又会想的时候，还要回到呼吸，回到注意呼吸，又把那个念头切断，这个交错着，这个互相的切断，那就变成片段的念头了。既然这个念头是片段的，那可以说是啊，知道就是幻觉，那是幻象。那就是说啊，这个念头渐渐要把它摆下来的。另外呢，我们这个心呢，就是妄念太杂太乱太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啊，那就拜佛有用。这个拜佛呢，怎么拜法呢？就是直接注意自己身体的感觉，自己感觉的这个感受啊，身体的动的感觉啊，身体在往下拜，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往下拜，起立拜下起立，这个是普通的人不知道怎么拜啊，是普通人不知道怎么拜也没有关系，你跪在那边就是这个磕头也可以嘛。如果站起来再往下拜，站起来再往下拜，这是我们佛教徒，那普通的人不知道，那只有在地下磕头了，那磕头也是有用。或者是呢，直接做散步去，散步的时候注意脚步啊，这个感觉有点像行经的那种感觉。对，这散步注意脚步的感觉，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也会啊帮我们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可以啊收回来，收到自己的身体来，所以是我们叫收拾自己的心啊，就是其实就是心向外的，那把它向内收回来、收回来，这个收回到自己的呼吸的感觉，以及作为自己的念头的一种感觉，还有自己动作的感觉，这样子渐渐练习呢，就能够啊，对外境就可以摆下来。是，谢谢师傅的开示。那这个方法相当的好，您不妨也试试看，更欢迎您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